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最近这几天，我们读到《感应篇》“忠孝”这两个字。讲了不少次，汇篇里面对于这两个字注解引证也用了很大的篇幅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这两个字人人都会念，人人都会说，可是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认知的人并不多。如果真正明白了，他一定能够做到，他做不到就是对这两个字不认识，或者是说认识的不够透彻。这个是事实。古人所说，尤其是佛法，知难行易，行中行孝，敬中敬孝不难。对于忠孝这两个字的意义，彻底的通达明了，那就太难太难了。所以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诸佛如来为法界众生所说无量的经论，总归拿起来也就是这两个字。可见得这两个字的含义真正可以说是尽虚空遍法界。哪里能够说得尽？世尊说法49年，也不过就是为我们提示，是纲领而已。我们必须从这个纲领当中去体会，去认知，再认知。然后肯定就能够依教奉行。孝这个字就是佛家讲的心性之全体，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的一个符号。从这个字我们能够体会到他所表的意思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
跟自己是一体。谁能够认识呢？在佛经上面讲说，化身大师。为什么他能够认知呢？因为他证得法身。什么叫证得法身？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这个肯定就叫证得法身。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呢给诸位做了报告啊。我们跟一切众生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矛盾，有许许多多的误会，有许许多多的冲突，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了解事实真相，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？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了。生病是什么呢？佛家常讲四大不调啊。这个人生病了，我们与一切众生不能调和，化身生病。与一切众生调和，化身健康。障碍化身调和是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我们在讲习里面所讲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有这些东西，所以就四大不调了。化身不活了，因此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违背了法性。法性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真心，我们世间人所讲的良心。真纯的善良我们违背了，违背就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罪业就感召轮回的苦报啊。苦报怎么现前的？佛说得好啊，为时所变的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你思为善，果报就变善，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变善，思想恶，你的生活环境就变恶，我们所处环境的顺逆善恶，不是别人做主宰的，是自己。与别人不相干呢，自己要负责任，不但对自己负责任，
还要对一切众生负责任。世间读书人懂得啊，就读书明理，学佛修行人懂得啊。可是今天读书人也不懂，修行人也不懂，这个原因在哪里？读书人没有读圣贤书啊，修行人没有懂得佛菩萨的教诲啊。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？啊，我们前面跟诸位讲过孝顺，啊，顺怎么说法呢？古德讲得好啊，是要顺法性啊，不是顺人情啊。啊，要随顺智慧，不随顺烦恼。孔老夫子特别举出舜王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舜王的心目之中就跟华严经上善财童子没有两样，心目当中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人家懂得孝，认识孝，皆是诸佛如来，一点都不假了。为什么都是诸佛如来呢？唯心所现，心是如来，如来所现的哪有不是如来的道理呢？古人的比喻说得好啊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吧。我们这才明了啊，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呢，全是自信，全是诸佛如来。凡夫只有我一个，再说得粗俗一点，世间所有一切人，人人都是好人，不好就是我一个。我做人做得不好，顺常常反省，天天改过，善财童子一佛如是，所以他们能够在一生当中成大圣大行，一生当中圆成无上菩提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么一个认知而已。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过，学中、孝中、敬中，中就是中道第一义。八正道。
正思维。正与正业，那个正就是中的意思，中就正了，偏就邪了，就不正了。用心要用中，儒家教人诚意正心啊，诚意是孝，正心是忠。所以人唯有诚其意之后才会用忠。入佛教学，中心就在此地。可是我们现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分别执着放不下了，烦恼习气太重了。关键还是我们常讲的不肯好学，所以你没有能力克服你的烦恼。没有能力克服你的习气。如果你真正好学，你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了。别人骂我，他们有道理，我有理。人家骂我怎么办呢？或长恭恭敬敬在听阿弥陀佛，在听他的教训。有耐心的听，看他能骂几个小时，他能不能骂两个小时，骂20个小时，骂200个小时，他能骂多少，我就在恭敬听，没事。骂不还口，骂完之后过几天他会向你道歉，调和了，问题解决了。他要打你，赶快躺在地上让他打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这种人。我过去年轻的时候，人家骂我，我恭恭敬敬，那个时候没学佛，立正站在那个地方听他教诲，骂上半个钟点，他骂完了再骂不下去了。我在我那个团体里面考绩第一，品德第一，怎么来的呢？那些骂我人把我捧起来的嘛。他要不骂我的时候，我们长官哪里晓得我还有这么修养，这么好，还给我第一呢？所以我那个第一是他们帮助我拿来的呀，我感谢他了，感恩他了。真的。3天之后他来向我忏悔道歉。不能回呀，一回的时候呢，两个都开除，两个都不要了。所以人家打我躺在下面让他打。打几下之后的时候他手就打不下去了。必须两个人打架才打得起来，一个人打一个人不还手，打不下去了，旁边还有好多人看着。人要好学，要听圣贤的话，53参里面历思练心，
你不经历这些事，你怎么能磨练你的习气？怎么能够降伏烦恼？这是懂得用功啊！这一段里面内容非常丰富，我们的这个介绍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他里面提出小不孝跟大不孝是什么原因，原因非常多，非常复杂。他这个地方所提的几点也值得我们做参考。他说小不孝是不良的习惯养成的。第一个呢，从小父母娇生惯养，养成他一种悖逆的个性，这个不能说没有道理。父母宠爱啊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样样都满他的意，到将来有一天不能满意的时候，麻烦就来了。所以儿女要从小栽培，从小要晓得怎样教养。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，要让他能有所体会，决定不能够骄纵，合理的要给他，不合理的决定要限制他。现在做父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也不多了。第二个习惯，古人常说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从小要养成他好习惯。小的时候养容易，已经染上坏习惯了，要他改过来太难太难了。这是我们对于儿童教导疏忽的地方，没有注意从小养成一个好习惯。儒家的小学懂得这个道理，佛法这个初出家五年学戒也是培养好习惯的。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，儒家佛家都见不到了。我们的毛病习气天天在增长，念佛参禅学教都不管用上台会讲经，下台一样照旧犯过。什么原因呢？
习惯成自然。这个习气不容易克服。第三个，纵欲，欲望没有止境，不能够啊知足常乐。这个第三条也可以说不知足啊。第四个是忘恩记怨，这种人怎么能够尽孝？怎么能够行孝？小不孝啊，有这四个原因。这四个因素让我们一生生活在严重的罪恶之中。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在罪报之中啊。现在这个社会走到任何地方都人心惶惶啊，大家都有个心理上有个预感，好像世界末日要到了。世界末日要怎么度过呢？宗教家教人忏悔，教人要信上帝，要忏悔，要改过。他的话说的没错，但是含义很模糊，模糊不清的，所以效果还是不容易得到的。信上帝，什么叫上帝？怎么个信法？我们在前面讲过，天心正直无私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正直无私就是信上帝。我们还有一丝毫自私自利，那就不信上帝。你没有改过，你没有忏悔，这个灾难呢，你还是渡不过去。所以认识忠，认识孝，能够学忠学孝，尽忠尽孝，这世间哪里会有灾难？灾难就能够消除啊。中国人常讲的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什么人能做到呢？孝子能做到，忠臣能做到，这个在历史上这些公案呢太多太多了。为什么忠臣孝子能做到呢？忠臣孝子的心是纯善之心，
纯是爱护一切众生之心，纯是利益一切众生之心，那个恶劣的环境自然它就变过来了嘛，境随心转嘛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心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啊，所以是有理论依据的。我们明理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法，就知道应该怎样化解眼前的灾难。一个人明白了，一个人认真去做了，这一个人灾难没有了。大家都明白了，大家都肯做，这共业的灾难就没有了。水灾，贪心，贪心增长是洪水呀。嗔恚，这是火。火山的爆发。核武器的爆炸了，那都是属于火灾，嗔恚变现出来的。愚痴是风啊。傲慢不平，这是地震的。什么样的念头感什么样的业报。所以我们真正能够依照佛的教诲修三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，处事待人皆无，我讲过礼让忍让谦让，我们的人生过得有意义，过得有价值，这叫学佛，这样才是过佛菩萨的生活。所以一定要回头，180度的回头，我们才能救自己，才能帮助别人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